全能大师金彪，亮亮亮！好吧，这全能大师好闪耀啊，兄弟们！昨天看我狂暴后羿，今天直接五杀，可以啊。我蔡文姬现在真的是没有扁鹊能奶，实话啊。打把上官婉儿，等我。兄弟们得减肥了，轻度脂肪肝呐，好吧。查了一下，不是体检了一波吗？啊，轻度脂肪肝，没事儿，是吧？脂肪肝而已，是吗？小问题吧。过分啦。我这个貂蝉的线我都抢不过，可恶。哎，我怎么少了一个兵啊？哎，我感觉我没漏兵啊，那有个兵去哪了呢？乖乖，我吐了，刀子残的，哇，这个人看到人头马不停蹄，开了个急走过来，跑了一个寂寞又回去了。又漏了个兵，哎，人家四级了，没节奏啊。啊，没必要啊，帅哥。分一下，分一下，分一下经验。他在里面，干得漂亮，这波好像是赚的，兄弟们。
你冲动了呀？算了算了，兄弟们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等我缓一口气。你知道为什么我打得这么认真吗？因为我希望我这一波今晚的战绩是我们这个世冠的战绩，所以我打得很认真，是吧？开播两连跪，也就是我们开赛两连跪，到后面我是梦想中都能赢。爱不爱你，是吧？这个辅助泪流满面，因为我丢完大招，我感觉我就可以走了，所以我把这个吃了。哎，只能说不愧是国服第47上官小婉儿。即使这么久没玩，哎，这个大招也是杀得越来越稳了呢，是不是，兄弟们？机智上天。下路死了，他应该是想把这个塔给点了，最后一下没点到，人死了。哇，这么溜的吗？这个人牛啊！哦，我这个弱化放的好棒，呵呵，可以。身上有个蓝 buff， 有点不敢操作它。这波露娜手中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哇，乱秀，乖乖，哟，把这秀没了。这波还是不好打吧，求稳吧。啊，他怎么？
我好的，他这波两连控是有点东西的，兄弟们，好吧，他这波两连控我是把我控傻了呀，我这个大招最后断了，我一直杀一直杀，我就在等他二技能，我等他二技能丢完了后我再起飞，哎，结果等久把自己刹车给刹没了，可惜了。他这个闪现完了，哎，他不知道他断大了吗？完了，知道了，哟，乱了。嗯，好顶啊他，这人是真的会玩的呀，这个项羽玩的好猛啊，这个项羽距离我在天上，他就恰巧这么下来一炮打到我的好宝贝儿，是真行啊！哎，他这个大招就不能早一点吗？我在天上的人，他这个精准落地，精准接大，我笑了。这项羽一技能捏得很稳，好吧，这把应该是好赢的，因为这个项羽特别会，一个会的辅助就让这个团队所有人玩的都挺舒服。露娜断大了，别打了。你问他点他一下。哎，你再大啊，大还大不大？我一笔捅死他，老弟。急了吧？好像还没耶。这波好像下不来吧，乖乖，哎哎哎，我这哎呀那个哎呀，这瞎搞了一波，哎呦我这怎么转的能打的，又膨胀了呀。饱了，哎，急了呀，肯定一波不了的，太急了太急了，兄弟们，太不果断了。其实我回头打他那一波把他换了也 没什么意义啊，只为了耍帅。
到后面他们都有点太灵活了，不好打。我直接人傻了，这个位置。啊！那是谁开的？嗯，谁开的？兄弟们，该不会是我吧？应该不是我吧？我记得。我开的，我不是被动刷大吗？怎么成我开了呢？我觉得你有点甩锅。嗯，露娜开的哦，那行那行，那没事儿。兄弟们加油，不怪露娜。是露娜先动的手啊，她是没克制住自己想秀的欲望。我人打不动他们了呀，都是魔女，好肉啊。貂蝉我们这边都不好点呢。这肯定死不了了吧？哎，我真的好难切啊！讲道理，我切那个马可，除非那个马可贼憨。他是明刀挡了一波呀，
哎呀，难搞啊！我以为诸葛亮肯定会在这里的呀，我猜一波没猜到啊。哎，风暴龙王没了，哇，乖乖，把龙清了再打吧。哇，这真是老年人操作，兄弟们，还是把这个大给吃了呀。哎，这个马可，哎，我这上去了，他不算的。点他点他点他，给我点他。沉默中间漂亮蓝蓝。嗯。我要穷死了。嗯。抵抗鞋冷静鞋有啥用？我是刺客行盟啊。兄弟们好好打，别吹了，再吹真的要没了，我都不敢买辉月了，我好穷啊。奔狼奔狼，啊，我失误了。这么难的吗？
下路下路下路，帅哥们，可以单杀吗？可以吗？好像不太行，要不撤？也行也行，复活甲打出来了就可以了，你立大功了。断大了，断大了。啊，加油啊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一个人打这一群一群花木兰，拜拜。可以买大件了，这哪买得起啊？贾纳里，我真的觉得这一波不太行啊。打了他一半血，打了他一半血，他不敢接了。你给我跑！给他闹！啊！我在后面。嘿嘿，错了没？好吧，赢了呀，终于赢了，我吐了。哎，不容易。有全国排名了呀，五连胜了。很紧张，好吧，因为我们这个世冠会打九把，前两把都输了，后面五把赢了，还剩几把？五加二，还剩两把了，好不好？能不能到下一个阶段就看这两把了呀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我们世冠可能走的这个成绩动向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